那你用黄灯给大家看，就觉得什么好像还好，对不对？不良哦，不良应该是红灯，结果给我们普通，普通是什么？大家就普通。那结果普通，你又跟我说注意特报，今天不太好，你是精神是要怎样错乱吗？你看不懂啊。大部分的民众没有像我们一天到晚去搞清楚这个，他怎么会知道这样到底好还是不好呢？你仔细看，这个地方是黄灯，但是实际上是什么？他跟你说细悬浮微粒浓度过高，过高。那大家都知道细悬浮微粒的问题，其实等下钱医师会讲，比粗悬浮微粒还要严重。好，那我仔细看刚才讲的那个小石子，我把它点进去，我们前金，我们前正是这么高哎。刚刚讲年均只要15以下。啊，日均只要35以下，这个是几倍？不要跟我讲打折，就算打了折，我还是超标好几倍。啊，所以我说魔鬼藏在细节里的细是细悬浮微粒的细。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现象。好，那电锅米这些年哦，我们其实做了相当多的，在地方上我们办了很多记者会啊。这是我们有一次呢，就是我在从办公室往柴山的方向拍了100天，啊，那是我们拍了一个开了一个记者会，我们告诉大家，其实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去找一个观测点，从那个点就在同一个时间点就拍，那你可以看到今天能见度怎么样，明天能见度怎么样。有时候是下雨天，你把它扣掉，你会发现真的我们污染的天数相当的多。我们办了相当多的会议，不管是在我们刚刚市的议会之前做个简单的静坐，然后我们去城局的那个市政报告社区举牌，跟他说我要干净空气。那我们也在高铁站很多地方都办过记者会，当然我们也一直在进行一个空污总量管制的联署。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做空污的总量管制？我假设这里有一杯水，主办单位给我一杯水，我假设里面的水是污染，我已经把它倒到满了，你还能倒吗？所谓倒到满就是什么？不及格了嘛。这个区域的环境的污染含容量就是到这里为止，很简单的道理。你叫小朋友来看都知道，我已经倒满了，我再倒就怎样？溢出来了。现在的中南部就是已经溢出来了。而且溢出来很久，不是一两天，是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把那个污染的上限定出来，超过这个上限，你不要再倒了，我受不了，因为我们的肺受不了，然后我们吸了进去吐不出来。好，我想要做一个，因为于是希望我做整体的，我们整个台湾的状况。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们拿我们附近的一个国家纽西兰来比，它呢，其实它的国土面积是我们的7.4倍，但是它的人口多少？我们1/5不到。可是人家赚多少钱？人家的我们不是很喜欢拼经济吗？人家的平均国民所得比我们多多少？多10,000多美金。所以台湾要往哪个方向去？其实很清楚，很多的国家都告诉我们，现在地狭人稠这么严重，可是我们发展成我们发展很严重的工业。好，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十大建设。好，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整个台湾开始疯狂的盖发电厂。钢铁厂，然后呢，石化厂，这三种行业其实带来高整个台湾非常严重的一个污染来源。钢铁业悬浮微粒的量非常非常的大，电力业呢，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的量都非常的大，而硫氧化物、氮氧化物都会变成先要讲 PM2.5， 它都是前驱物。石化业呢，它本身当然也有刚刚讲的悬浮微粒，有氮氧化物、硫氧化物，但它也非常严重，就是挥发性有机物。让大家可能会致癌的这些东西。好，那我们来看这三个行业哈。在去年的1月份哈，我去参加在台北环保署办的钢铁业的政策环评会。我们现在政府很聪明，它的政策环评都会给我们三种选项。第一种选项就是以后要大量继续发展钢铁业。第二种选项就是小规模继续发展。第三个就是向下修正。那地球公民基金会一直是希望我们在这个高污染的产业，起码要零成长，或者是什么？向下修正，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产业转型。因为这样子的污染的产业不适合一个地狭人稠的台湾这样子的发展，所以我们应该要往下修正。可是他们的结论出来还是说，哦，好吧，那就不要再增加新厂，不要增加污染，然后太旧换新。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台湾有非常的环评案都是讲太旧换新，可是它太旧换新以后，它的污染不是真的不增加，它只是不增加它核定量而已，它实质污染量还是有可能增加。所以所有的钢铁案如果要更新要环评的时候，大家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整个电力业，我们台湾从1960年代末期，我们发展电力业的时候，我们开始往什么方向发展？我们烧最便宜的煤，燃料最便宜的是什么？煤矿。
熊秀，我们烧很便宜的煤，然后呢，我们打折，工业电价又非常便宜，去让我们台湾去发展大量的污染性的工业，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能源政策，让我们现在整个中南部这么严重的污染？啊，这是我们在高雄，2007年到2009年，花了2年的时间去挡一个台电大林电厂火力那个燃煤电厂更新的案子。为什么我们要挡？它也是更新啊，可是它更新很聪明哎，它更新的时候要把燃煤的量，一年的燃煤量增加5倍这么多，所以所有的这种太旧更新案都要非常小心。我们花了2年，终于把它挡下来，好不容易让它的燃煤的机组本来要扩增4座变成只有2座，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还有我们的北部的，在我们高雄的北部的新达火力发电厂非常的大，它也是烧煤。新达再往上，台中火力发电厂一样，它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污染的来源，它会往我们南边飘，也会影响到嘉义，也会影响到我们高雄。那再来，我们刚刚讲的钢铁，再讲电力，再来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石化。石化业真的火力发展哦，当年大家很努力把国光石化挡下，否则的话现在更惨哦。那虽然国光石化挡下来，大家清楚，这边还有一个非常恐怖的六氢啊，这个大石化大怪兽到现在还是在6.4期、6.7期、6.8期这样不断想办法想要更新扩产。然后呢，我们高雄也是，虽然我们现在积极的努力，希望五氢时间到了，当年郝柏村先生自己答应的哈，时间到25年到要关厂，但是他们还是蠢蠢欲动，想要在南高雄这边继续增加石化业的发展量，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潜在的危机。过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反国光石化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如果石化》，我把高雄面对石化业的痛苦，高雄的社会面对石化业造成的一些社会问题破败写在里面。这就是我们南高雄在大林埔那边它的业绩。到这个地方来，不用晚上不用看星星，也没有星星可以看，然后呢也不用路灯，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什么这样子。工业的这些光害，灯火通明。住在这种高污染区的人，社会的他们的一个承受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伤害，不管是他整个景观、他的环境污染、空气、健康，整体的那个伤害是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发展高污染的工业，结果一定会有一些人受害。啊，这是我们在争取，希望在那个地方能够降低污染，不要再新增油艇产业。油艇产业其实也是石化业的下游产业，它的 VOC 的量非常的大。那我想高雄跟嘉义都很像，我们的机车密度都非常的高。机车当然交通污染也是我们刚刚讲的工业污染之外很严重的一个空气污染的来源。那这是我们过去曾经办了一个会议，大学生就在我们那个会议的最后写了一些心愿的卡片。你看很多人都自然而然的讲，希望高雄可以不要再排放这么多的工业废气，希望呢政府不要继续让我们高雄变成一个工业的都市，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环境跟美好的未来。好， 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期望，就是希望有一天这样子的明信片不是写国外的名字，不是写琉球的名字，而是写什么？写台湾。好，我想台湾中南部的，特别是中南部的朋友，今天真的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嘉义，很高兴我们主持人吴医师这么多人努力站出来，因为整个台湾这么多的中南部的环境问题，不可能只靠 NGO 的人，不可能只靠我们这样非政府组织的，一定需要更多的战士加入，也需要更多的朋友。好，我想就跟大家报告到这边，好，谢谢。